提拔你当家，上海一把带，欢迎准点收看省内唯一档方言生活妇女栏目《提拔当家》。我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夜的节目这样精彩，还是一句话，要想新人啊，一定要提拔。扎西的观点，今夜的提拔当家有哪一些精彩观点？本是扎鸡，须得有各种牛味都有。风湿波点好复古，潮流转带我做主。小门用膳有讲究，专家的建议一定有。把这个炸鸡哎，这些先生跟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的啊，好多人都问到哪里可以找到这种好价的炸鸡店呢、啊？别急，我们杜氏明道地保段家每次修改修图，给你找到了好地方。这样，我们就下山好个。这样人龙来到的，就是位于新疆区新城五月广场五楼徐代又个炸鸡铺。讲完那个呀，果粒有些的好价格。哇，这是满满的一桌上来，就是第一感觉就是看到这些食物，闻到这个味道，就是一个字形容一下，香，太香。那么坐在我身边这位美女呢，就是这家店的店长了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是许大佑的炸鸡铺新建五月店店长胡婉秋。说句实在话，这些东西一上来，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绝对是减肥的杀手。全部都是油炸呀，这种食品，但是没有办法，我实在是拒绝不了这种东西的诱惑，好香好香，我先动手吧，好不好？可以。我应该先吃什么？你介绍一下，这是。这是我们店里一个特色，双人双拼炸鸡套餐，你可以先吃。炸鸡套餐，果汁套餐可是店里的招牌之一，就是把一只整鸡处理成十块，一本用台之酱料现场烹制，另外一本淋上蜂蜜芥末酱。可以话是一份套餐，两种风味。怎么样？你在外头裹了一层什么东西啊？一股很浓很浓的一种酱汁味，好像有点酸酸的、甜甜的。因为油炸的东西，我觉得如果处理不好会特别腻。但是你这个酱好像抹上去，感觉非常好。这个酱啊，是我们店里手工炒制、现炒的韩式甜辣酱。是我们店里的一个招牌酱料，这边是我们店里的一个特色的淋酱蜂蜜芥末酱，你也可以试一下，店里的顾客也比较喜欢。这感觉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听到芥末嘛，就会有那种一吃就马上就冲上头的感觉，但是没有，这个有很浓的，我觉得是沙拉的香味，特别好吃。并且啊，我们给每个套餐都配了一份我们店里手工腌制的韩式泡萝卜，您可以尝一下，特别特别的解腻。就是这个吗？对，特别酸爽解腻，您可以试一下。怎么样？这次加在嘴巴里啊，用来弄啊就把嘴巴哈，酸酸的，真是加不得。怎么了？一吃这个我就感觉我胃口大开，真的是好开胃的一样东西，我还想吃这些东西。好吃好吃，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店里的一个网红产品，网红芝士拉丝球。这个是店里卖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特别是年轻人的喜欢。一咬下去，满满的芝士味，而且芝士都能拉入丝来。好浓的芝士的味道。这也是外面，这外面裹的这层是什么东西啊？外面裹的这层粉呢，是我们奶酪芝士粉，也是原装韩国进口的。进口的地道的韩式风味，非常好吃。网红芝士拉丝球，如果喜欢吃这种风味的，一定强烈推荐到这里来尝一尝啊！当然啦，这是我们的网红火鸡面，要小心哦。特别特别辣，你这个说的我有点害怕哟。有很多顾客没有心理准备，第一口吃我们的火鸡面都会被辣到不行，也后劲儿特别大。有这么夸张吗？有。那我这样是不是一口大了？我觉得。尝一下啊。试一下。真的是很辣。来，就喝我们的韩国果汁。而且越嚼越辣，可能我对这个辣太敏感了啊。不过。我吃辣不行，但是南昌人喜欢吃辣的，吃辣的高手是大有人在。如果您不怕辣的话，赶紧到这家来尝尝他们家的火鸡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韩国进口果汁，里面都有真实的果粒在里面的。果粒不但炸鸡好吃，还有好多韩国精油饮料，跟不一样的口感。尝一尝我们的数一数拼盘，这小朋友最爱点的，这是薯条是吧？对，这边是我们的奶酪芝士薯条，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香辣薯格。果粒的薯条跟薯格也不同于传统的，
薯条上撒满了芝士粉，而薯干上用的是辣椒粉，配上番茄酱，让人感觉到原来薯条也有这么丰富的味道。来来试试我们的网红芝士小鸡腿。又是芝士小鸡腿吗？是的。你不要看一家小小这样的店，花的水真的是很多哟。我们吃的是第二个鸡腿，我前面吃的这个是自己炒的酱的。对对，这是我们自己炒酱果酱的鸡腿。嗯，这个是。这个是我们鸡腿炸了之后，然后满满的一筐芝士粉筛出来的，全部裹满了，裹满芝士粉之后筛出来的小鸡腿。完全跟我刚刚吃的鸡腿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因为它上面撒了这个芝士粉嘛，然后这个炸鸡，我觉得炸的这个火候更好。对，我们所有的产品分为有骨炸鸡、无骨炸鸡，不同的品类，我们对时间的控制还有温度的控制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炸鸡就真正做到那种外面是焦焦的，里面但是非常嫩的肉。对对对，我们对火候还有对时间的把控，可以帮助我们的鸡腿，就我们的所有的产品更好的锁住它的汁水。对对对对，这种鸡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如果稍微炸长一点就焦了，对不对？如果没有，对，如果时间炸的不够的话，就里面根本就没熟。说句实在话，这顿炸鸡在我心目中的分数很高啊！这么好吃的炸鸡要赶紧推荐给大家，把地址说一下。我们的店呀，就开在南昌市新建区新城五六广场五楼电影院旁边许大优的炸鸡铺。对，大家记住了吗？反正我只要是到了这个地方，我一定要绕路走。为什么？因为我实在这个抵制不了他们的这个美食的诱惑。像我这样的易胖体质，我估计吃几顿之后就要发胖。但是没关系啊，实在是太好吃了，吃完了之后多运动运动就好了。行了，废话少说，因为这么多好吃的，我要开动喽。拜拜。一直写的徐大爷希望我们女打包了送了外卖到屋里来啊，一边抢着打水还一边往我嘴巴里塞。老爸你尝尝，真的好好吃。你想要个黑皮包家不了，那个鸡啊炸的是金光碰响，还配上了那么多酱料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风味盖帽啊，还有一个芝士粉，味道真的是可以。只不过我个在年前我讲过身材，现在不可多加。话里话去，稍微扎起一个品牌，徐大爷还是值得推荐的，有机会大家要爽一爽。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后头更多精彩内容，别走开，马上回来。谁是赢家？2021有天新玩法，登录黄金海岸游戏平台www.8880666.com， 每天中午1点，电视比赛房间准点开放，每局3个席位，虚位以待，局局都有现金红包等你来赢，一局一奖，人人可抢，日赛天天有100元，季赛每季1000元里，年赛更有万元奖。如果你手速不快，抢位失败也没关系，先来竞猜同样也有100元红包，还可参与旁观献花拍砖任你点评，记得一局结束继续抢位哦，每天1小时精彩不断，好礼不停，玩的看的猜的通通都有奖，全年100万大奖全民瓜分，还在等什么？金阳6种坚果666，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阳6种坚果。欢庆时刻可约派，欢庆时刻可约派。800里洞庭，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广告之后尽在继续，欢迎回到深圳播出的体育报广告。来这里一刀像广告电机啊，还真的是蛮舒服，走的街上有点是风，没好了吧也不至于受不了，所以啊女孩子们过时间穿裙子的时间就到了，只不过啊洗的款式洗的发色一定要好上次改一改。
又一股复古风向大家迎面扑来啊！像这种非常俏皮的带有复古元素的波点，但其实呢，我们上身的这两款的波点呢，我觉得是会更加的现代一些。嗯，对。然后材质上也是有所不同，看似相同。我身上的这个真的太舒服了，以我非常不专业的感受的话，它是棉质的，对不对？对，纯棉的。哦，对，包括内里用的也是丝棉的，所以它的亲肤感特别强。贴肤的话非常的丝滑柔嫩，然后有一种像穿着睡衣的感觉。对，真的就有那种居家服的那种舒适度在里边，然后它比居家服更好的就是很时尚，可以穿出去。对，而且它很轻盈，它的面料非常的轻，所以的话贴在身上的话没有束缚的感觉。因为夏天本身就很热嘛，然后如果穿很束缚的衣服就会让你整个就是不自在不舒服。对对 对，那么轻盈的这种面料呢贴肤的话就很舒适。而且我身上的这款呢是非常俏皮可爱的娃娃裙装啊，可能在这个幼儿时期呢，小学啊或者幼儿园的时候呢，那个小姑娘的裙子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可爱的。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内心的小女孩一直还在那儿，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穿一些非常可爱的这种小裙子作为一个减龄的效果。那这个娃娃裙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高腰的设计，下面就是属于 A 版嘛。嗯，对，是一个那个 A 版的太阳裙。然后太阳裙，对，太阳裙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意思？就是一个圆摆型的裙子，但是我们做了一个 A 摆设计，它会有很规则的这种波浪感，这种就叫太阳裙。怪不得，所以这个穿起来的话也是更加的松弛。嗯，那蓉蓉身上的这个呢就会偏女人淑女一些，因为它的款式是一个长裙。对，然后也是一个高腰结的设计，下面的裙摆是做了一个不等式的，包括裙长的也是不规则的，领子呢是一个大 V 领，然后配上一个这种可爱的小白白的这种小白领出来呢，有一种俏皮感，并且会带上一种复古的元素在里面，配上这个泡泡袖也是相呼应的，前面前中做了一个假开扣的设计，做了三颗小珍珠做点缀，呼应了整个面料上的白色波点元素，所以整体的话非常的干净，是红白相间的感觉。而且坠落的这种面料是一个这种雪纺的材质，它整个人会显得特别的飘逸轻盈，走起路来的时候会自带风哦。对，那现在我们选择裙子的话，很多时尚的姑娘呢都会选择带有垂质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质感会更好，而且会从视觉上呢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高挑有气质。那蓉蓉身上的呀，刚才说了两个不规则，一个是裙摆形状的不规则，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规则？长短的不规则。哦，这个就是从复古的这种感觉里面又提炼出了咱们现代的元素。是的，风色波点穿上去，但是复古的味道还是蛮好的。不过过了五月份呢就不适合了哈，天气来了，穿过波点可能应该有点早没搞得了。你在干嘛呢？来的来了来了，他还穿古董。哪话我啊？哎，最后一点事不把浪过去不把浪哦啊！怎么了？感冒了不了？我哪里感冒？我去感冒啊？你刚不是打喷嚏啊？打喷嚏也不代表感冒。哎，你那个你来了了？哎，讲住，离我远点去。我感冒，我不管的啦，我感冒。你说那么哈点道理嘞？他这个天气也是多变，我晓得不？我那多穿件衣，总有坏处噻。女穿衣，穿还是穿短袖穿夏天，这怎么才怪呢？最近南昌的天气忽冷忽热，一会儿艳阳高照，气温30多度；一会儿阴雨交加，气温直降10几度。所以最近的大家应该也进入到一个乱穿衣的时候吧？的确也是。现在虽然说进入了夏天，小满呢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但是呢，说句实在话，夏天才刚刚开始，你这个衣服吧，脱得太快了，就是嘛，穿得太少了，啊，我真的是不觉得冷，我还觉得有时候还热。所以我们说啊，小满的养生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嗯，一般来说，第一件事就这个穿衣服。嗯，到小满的时候，衣服这个穿的不能太少了，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体的这个湿气啊开始产生了。那么
么这样的话呢，身体的这些关节啊什么裸露在外面呢、啊、尤其在晚上啊，在这个时候呢，有人为了贪凉甚至把窗户打开。嗯，就是这样，所以我冒了呀。第一容易感冒，第二容易遭受寒湿的侵袭，附着在我们关节上，可能会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是熊博士说，脚满前后雨量增加，湿气渐重，穿衣不对很容易着凉。那么如果像成龙一样感冒了，应该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呢，要温中散寒，一般我们用生姜，大概像你这个话用7到8片生姜，再和3到5枚红枣，当然中要把红枣剖开，这样的话更容易充分的跟这个生姜结束，然后用水煮开，大概煮20分钟左右，然后趁热，当然以不烫为主，趁热把它喝下去，这样的话你身体出一点汗，微微的出汗，那么就能把这个寒气散掉。第二个呢，饮食，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主张在小满时节呢要做到2点。第一点，要多吃水分充足、矿物质多的这类的维生素多的水果。你比如吧，一般小满有3鲜。第一，樱桃。狗跟我喜欢。樱桃。第二，黄瓜。黄瓜。第三，蒜苗。这三个呢，相对来说呢，在小满时节正好是这个应季的食材。另外呢，水分啊、矿物质啊，还有它的维生素啊，也比较多。比较适合小满的养生。哦，这个节气当中个邪门，各只节气的前呢，关于身体的方方面面，像专家的建议一定错不了。好，休息我们今天的广告，广告后头更多精彩内容，别走开，马上回来。你以为的拍卖是这样的？你满意？但我们的拍卖其实是这样的。您好，这里是都市放心拍。阳光法拍，好物简陋，点睛资产，挖掘财富，全媒推广，全流程服务，打造江西第一资产处置平台。放心，省心，贴心。关注都市放心拍微信公众号，或拨打热线电话400-991-6660。都市放心拍，让拍卖触手可及。2021音乐来袭，全程抢麦，全面升级，全新的赛制，全新的玩法，倒计时，游戏抢先，音乐争锋，王牌主持掌控全场，万名选手百米挑一，神秘导师加盟入驻。这个夏天让我们躁动起来，全程抢麦，因你不凡。心脑健康公益时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9亿，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引发头晕头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预防血栓，你我携手立即清血，净化血液，多运动，心好脑好精神好。今天您清血了吗？血液粘稠就怕堵了心和脑，经常头晕、头痛、血热、乏力，你需要清血。清血8味片，粘稠的血液缓慢流进心脏，流过大脑，容易引发头晕、头痛、血热、乏力，就怕堵了心和脑。清血8味片，300年清血古方，专药清控血。祝您血液不粘稠，控血清，心脑好。专药清控血，梦琪清血8味片。舒筋健腰娃，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的。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牛。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四百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肠胃本一家，检查治疗不分家。南昌第十二医院专注肠胃病诊疗45年。公立专科值得我们信赖，专业精准是我们胃肠病检查的宗旨。主任亲诊，预约检查，当日取片。南昌第十二医院为您的肠胃保驾护航。预约热线0791-8863-7777，地址南昌市明德路473号。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接下来我们要玩到青藏家的土豆。土豆啊，西贵都喜欢啊，大家不晓得，像好多国家啊，个土豆啊是相当于主食，所以啊，土豆个弄法也是五花八门。今天我们找到一位热心观众，哎，今晚要跟宝宝们来一个新发哟，做一个宝宝辅食，宝宝版个土豆泥。今天我们的宝宝辅食呢，来到的是一位热心观众的家里，看我身边的这个小姐姐，漂亮小姐姐，给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好，我叫框框，这是我的女儿，小名叫丽露，今年2岁了。哇，这个小朋友也太可爱了吧！能给我们打个招呼吗，宝宝？我是丽露，可爱的丽露。那问一下妈妈哦，就是看丽露这个年纪，应该是已经到了吃辅食的年纪吧？对，她平时吃的辅食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家里会用到的食材也比较少，就其实平时也不太知道要做什么给她吃，也不知道她爱吃什么。那今天丽露呢，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我们有辅食达人万姐来给我们做一桌好吃的美食。今天万姐给丽露带来的是一道宝宝版土豆泥。首先把胡萝卜、西葫芦切丁，和豌豆一起下锅焯水备用。土豆切块放入蒸锅蒸熟，然后捣成土豆泥。煮个白水蛋，把鸡蛋切成小块，一起倒入土豆泥中搅拌。最后把焯熟的蔬菜丁一起搅拌进去，摆好造型，上面浇一层酸奶，这道既美味又好看的土豆泥就完成了。哇，这道美食已经是新鲜出炉了，我来闻一下，味道真的非常的香。这个应该就是土豆泥吧？对，这个就是土豆泥。然后就是我们做成一个土豆泥沙拉，里面放一些各种蔬菜，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不爱吃鸡蛋，那么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土豆泥里面，这样的话它就会容易吃进去。别看这小小一道土豆泥哈，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丰富的蔬菜，而且土豆泥呢作为淀粉，其实也满足了宝宝一餐所需要的营养，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这道美食受不受宝宝的喜欢呢。哇，土豆泥已经上桌了，丽露快来享用一下你的美食吧。我要奶。哦，你要奶。喜欢酸奶。哦，这个酸奶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应该他说这个酸奶不是，等于就是不是他平时喜欢。就和他平时喝的酸奶可能味道不太一样。哦，那你喜欢这个味道的酸奶吗？嗯。品尝了几口万杰版土豆泥，小丽露给出了一个中肯的评价。爷爷做的好吃。那这道土豆泥呢，丽露说了比爷爷做的好吃，那接下来请妈妈尝一下好不好，看看是不是真的比爷爷做的好吃。哎，丽露让妈妈吃一口好不好？哇，这个有点太大，这突然是不是暴露了妈妈平时的食量。怎么样味道？我觉得它做的很清爽，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夏天的宝宝吃。夏天，而且这个土豆泥特别细腻，对于他这个年纪的宝宝来说很好消化。那今天就学会它，下次都做给丽露吃好不好？妈妈以后做给你吃好不好？好吃。电视机前的宝妈们，相信呢，录宝宝的故事，每每天呢也有一宿。如果可以的话，留言到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呀，到我们李宝当家的节目当中来录一宿吧。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都市点点了，看一下今天的节目精不精彩。
故事点点老子眼光与外络，节目是演播文革，需要大家关注提报动嘎。另外我们都市频道打造个全职叫卖，本决赛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准备总决赛，节目更精彩，也有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一起加入进来，一起为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吧。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把彩钱的名扬我们点播都是老师干啊，自卫者不定等着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孜然羊排这样就做好了，我刚才已经尝过了哈，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呢非常的香，但是呢它其实一点都不辣，对，而且那个就是羊排的味道很好的突出了，就是制作这个关键点是不是还是在于炸的那一道，对，就是在卤的时候呢我们卤点底味，在炸的时候把它外酥里嫩，它这个炸的话第一遍下去的油温要多少比较合适啊，大概5-6成就可以。